小律师啊。你是王婶介绍来的？可不咋的，我跟你王姨老闺蜜了。啥啊？不是姨呀，你听我说啊，这里边养你这孩子，这是这姐姐是不是有点啥误会？误会啥？没误会，没误会。你看，哎，那就带来了。问。喜欢，姐还给你带来你给我写的情书呢，我给你念念啊，念念，你看我一直保留着，都出汗了。你不伤肺，却能让我忘记疲惫。没有我在的日子里呀，再牛的肖邦也弹不出老子的忧伤啊。行，别念了，别念了。你咋这样呢？哎呀，哎呀，面的，你猴急啥呀？你看你来都来呢。谁猴急了？这么的啊，晚上啊你就把时间给姐腾出来。不是姨，你要干啥呀？不是这那可不行啊，这里边有误会，这肯定有啥问题。没有误会，有啥误会呀、啊、都是在请你介绍的。俺俩聊的还这么好是不是？哪好了？挺好的，我委屈委屈，咱俩在一块儿得了。别委屈我，求你了。我委屈行，委屈委屈。别委屈了，别掩饰自己了，一会儿跟姐走啊，姐带你呀、啊。宝贝，游戏去。不想玩。啥呀？我跟你说啊，这游戏呀、啊，你不玩你都后悔。小贺代言的，他搁里面还 NPC 呢，叫大魔神。游戏叫啥呀？战神遗迹，玩法多，而且啊不干不氪的，单人组队都行，还能玩双双乐呢。你们休闲代玩，姐带你，跟姐走，走了。姐，走，走，姐。